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随机赛的 GT3 在 SPA 的精彩回顾。这场人特别多呢，总共有13台车，积分还算欢迎。我的视角起跑，就是单起跑速度比较稳，不太会有歪掉的情况。第一个弯我抢了第二名的位置，后面有事故，等等再看其他的视角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糟糕，洪水湾没跑好，被罚10秒了，还被超回去。哎呀，这个惨惨的，一下损失10秒。我在这个弯路边停车，旁边一台接着一台过，再看一次还是心痛啊！下板失误，不知道严不严重啊？名次应该是掉很多了。前面的集团还有一小段，前面应该是绿色的蓝宝坚尼，是 YY， 其他两台我就认不得了，现在画面有点小。最后一个弯，第一圈即将结束。怎么会有人停车？发生什么事啊？顺利获得第四。哦，碰撞！有人顶到我屁股。好近，红色的标志就在那。啊，守住内线。应该没有这么容易守住内线，守住内线。差距真的不大，然后一个弯慢的话，搞不好就要被追上了。尤其是等一下那个要进直线的弯，终于断线。
然后距离居然逐渐拉开了，太好了。再从别的视角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看到起跑后方的师傅，是众位的视角。打个用刀就完。咦，怒撞！我有龙。撞到右侧面，前后又被补刀，快要撞回来了。我已经掉到最后，差点没有撞坏，算不幸中的万幸吧。没想到居然是事故中心中哎！谁撞到他的呢？从这个视角看的并不是很清楚。中哎，提早收油，为什么呢？是担心前面事故吗？哇，真的发生事故！前面那是谁？张东东的 R 八跟唯一台 Z 四的炮撞到了。这一撞炮整个大失控啊，损失惨重，看来提早收油是正确的。哇，出事了、啊、被撞了，红哥出事了，被撞坏了。我们听听车手怎么说。这个你要等你修理吗？我因为我得你偷钱。我被撞偏一边啊。哦，撞偏一边很可能要进场。哎呀，那不多耶，惨了，撞偏一边惨了。蟹老板吗？不是啊，蟹老板吗？马英去那一台撞我，还要拉回来。蟹老板吗？马拉过来后边啊。我头先走伫蟹老板后边啊过，啊蟹老板头前去一只出出去。嗯。其实是滑出去没有撞的话，不要马上回赛道。嗯，对吧？观念都没有先讲一下。我方向盘整个歪，那个轮胎歪一边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开。我第一下搵到用龙水啊。以上就是他们当下的反应。来到最后一个弯，这个事故依旧没有看清楚，等一下再看。第九名张东东，第十名仲伟。好啊，洪水湾胜负。哇，这个路线结果两个一起被防秒。后面第一个弯就出去了，歪歪趁机通过了。后面的圣修也接着超过，圣修开出赛道，这应该也会被罚秒。终于回到第十，他本来应该是要撞到蟹老板。哦，刚好跟在蟹老板后面超车，直接从我那个左前轮撞下去。然后他就断线了，我们一起为他默哀。接着从红哥的视角来看起跑，原来歪歪是自己滑出去的。哎呦，碰到前方事故已发生，众位旋转时分别被张东东跟蟹老板再次撞，张东东还撞了两遍，这样居然还能幸运回正继续跑。没想到赛道外侧没有受影响，一口过了洪水湾，名字一口气从十二跃升到第九。
谢老板有一点点冲出赛道，陈俊总超车成功。有人出去，那是这一梯的阿巴。谢老板玩用闪，他居然开回来了。后面满满的车跟着的情况下，他撞到红哥的左侧，红哥高速冲出赛道，撞上护栏，左前轮受损。原来这个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。这一梯回这赛道回得太危险了，估计是没有后方视野，毕竟没有办法转头。再回到第一圈，小鹿视角，最后一个弯。小鹿推头，回来的时候清风歪歪，让歪歪打转。陈炯炯，我这一梯一口气超过，倒霉的歪歪整个转到赛道外了，这估计要掉到很后面。谢老板咬向小鹿，又是洪水湾的胜负。GTR 对 Hurricane， 谢老板好像慢下来了，为什么？小鹿推头，后面还离多远？还有一段，感觉距离又拉近了，应该是小粉红的 Hurricane。不管怎么看都不太像粉红色。接下来这个弯的对决，除弯快慢会影响很大，接下来的直线很长。谢老板好像快一点，最后的减速弯，小鹿追上最低，谢老板也追上小鹿，第一个弯小鹿明显要强了一些。不知道怎么算呢，入弯前还没有并行，可是碰撞的时候已经并行了，虽然不是积分，还是让人好奇。这一撞谢老板超车成功，歪歪在后面也来势汹汹，绿色的兰博基尼，出事？我没有，是我跑去被罚跑去停车啦，吓死了一群人。谢老板好像跟上这一批了。
该不用切过去。最近失误。哇，那一撞看起来也蛮大力的。先被抢！哇！歪歪超车成功！小鹿再次瞄准这个弯的内线，歪歪瞬移了。不见了！啊！在第一个弯打滑了。看来是网络有点问题，会瞬移。谢老板，直线的速度好像掉的有点慢哎。顺利超车。不见了，真神秘，谢老板跑去哪儿？把红哥进站修车。哇，看起来很惨啊。第二圈就 pit， 来到第一圈，谢老板的视角，谢老板一开始在那么后面哦，最后一个弯，哎呦，盛修跟张栋栋撞好大一下啊！小弯，谢老板跟上小鹿，能靠洪水弯吗？看来是不行，速度掉到180，距离反而被拉开了。谢老板在这边也跟着一起推啊，难怪。刚刚以为谢老板要超车，结果没有超。有点可惜，
好近，差点要撞了。小鹿安在踢撞，超车成功。但还不能安心，转弯段三台又黏在一块，再看前面还有不知道是谁，哈，我去停车，陈炯炯，在前面陈炯炯第三 ，JP 第四，谢老板第五，小鹿第六 ，YY 第七，撞车了我第八。直踢失误，哇，两圈呢，才两圈，谢老板从第十名爬到第四名，一看才发现，太猛了吧！就很快就也会超过陈炯炯。不对哦，刚刚这圈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，所以谢老板会慢下来。明明就已经甩开一段的小路，还超车成功。洪水湾罚十秒，原来是被罚秒，难怪会这样会超。所以谢老板从后视镜消失，是因为他在等罚秒。我想到谢老板突然刚刚突然不见了，来到第五圈，红哥的视角，刚开始就被撞爆的红哥，接下来追上了 JT 造势者。这两个弯离内侧太远，两个人在这条路上似乎差不多。准备进入第六圈，
CT 推头，红哥也没有完全稳住路线，没撞我，两个人都损失不少速度，距离被拉开了。他们两台都是 R8，CT 是 R8LMS Ultra， 2012年的车，用到2015年奥迪的 GT3 赛车，5.2升 V10 引擎，最大马力570匹，最大扭力超过500牛顿米，车重是1290公斤。红哥的是2016版，第二代的 R8LMS 2016，同样的5.2升 V10 引擎，最大马力来到585匹，最大扭力超过550牛顿米，车重还轻了点，1225公斤。像红哥的新版应该会快一点。出弯，这题跑出赛道了，有机会要快很多哦。外侧并行，被挤出赛道了。红哥放弃这次超车，办法吗？这边看起来红哥有快一点哦。哦，很近喽。粘到了，总觉得怕怕的。来了，门开了，机会来了。哎呀，不行，下一个弯瞄准内线，超车成功。哇，他们斗还蛮久的耶。第五名的谢老板 Hurricane GT3， 就上第四名张东东 R8LMS Ultra。 看精彩的对决，哦，这边就这样一口气超过去了，精彩的对决嘞，敲碗敲碗，回到第十一圈，红哥视角，有人要从 pit 里面出来。张洞洞，刚出 pit 的张洞洞，红哥在第二圈有经过 pit 了，那就要继续修车。到这边应该也是差不多。
不多要进。他们等于是差了一个 pit 的时间，速度感觉差不多。pit 要十几秒，现在他们相差3.5秒。哦，吓一跳。哦，秒差不见咯，距离被缩短了。我觉得他那个秒没有很准，不太会看。这个弯似乎是这次张仲栋的弱点，刚刚谢老板在这边抄他，红哥也在这边明显甩开他。13圈，本次的大笑话，第二名进错 pit 了，直接把第二名送给谢老板，看，开进去了，开进去了，傻，看来是在赛道熟悉度不够。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是这样，我特别跑去那边看那边到底是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假的 pit 在那。十号圈，比赛要接近尾声了，刚开始各种失误悲剧的我，终于追上第五名的陈炯炯。这个弯没有出得很快，还有稍微放一下油门。这时候我应该已经是中间的胎了，上树那边可以完全冲过去。我切入走内线，可是又觉得危险，放弃了这次超车。陈炯炯的 GTR35 GT3。有比较快的加速直线速度，我的 650S 是 MR， 有比较快的弯道速度。还剩下4圈，整个就是要挡着内线，有很明显的防守动作。不过我还离他有一段，威胁不到。
内线。哎呀，插不过去。瞄准最后一弯，抢到了，抢到了！陈俊雄走外侧，哇哇哇！拼啊，加油，加油！然后又被插回来，第一个弯，陈俊雄刹车晚了，风向偏掉，我超车成功，来到第五名。来到了第二，乔板紧追在后。轮胎已经快要不行了，已经晃了。一个空转弯，谢老板快速逼近，超过了。这么轻易吗？谢老板冲出去，才刚超车成功的说，我们在这换追击的谢老板视角。小板企图抢内线，失败。小板轮胎也差不多了，只剩下左后轮啊！刚刚想讲左后轮还绿的就不行了，左后轮也黄了，再次展现过人的出弯速度。可惜在直线上打败 GTR 太难了。倒数第二圈，机会越来越少啊。好像又被拉开了一点，哇，居然在这边被罚秒，哭哭。追过来了，不仅第二无望，连第三都要丢了。等等，谢老板要去怒吃。
下 H 版，粉红色 Hurricane 钱老板，对，绿色 Hurricane YY， 追得上吗，哥？Take one 是蟹老板的希望。好像没有明显的成果。进入最后一圈，好 ，YY 自己滑出赛道，蟹老板夺回第三。小鹿在前面好远的地方，就最后一圈应该是追不到啊。不过小鹿如果失误的话就还有机会，蟹老板的车内视角是有特别调整过，从他的视角就可以看到 AC 偷懒，看那个脚都定在那边没有动，手不知道有没有拨拨片，有有有，拨片是有的，这部分没有偷懒。哎，有有，左边也有，就开始观察。观察有没有偷懒，其实距离有在拉近耶，不过这是最后一圈了，很可惜在终点前才追上，已经太迟了，这怎么回事，过终点就撞墙。以上就是本次 GT3 赛事发的回顾，这次有对战的画面比之前还要多，名次也是上上下下的，最大的水平似乎越来越近的感觉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蟹老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